为我不算是一战成名，其实在我拿到这个金牌前，我已经拥有很多次冠军，我已经拥有很多经验了。然后呢，我也经历过很多的失败，我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，所以说我不会因为这个冠军、这个金牌而使自己骄傲到一个，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位置上的一个人。因为奥运会是我的梦想没错，但是我还有其他的梦想等着我去实现。我的目标、我的梦想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。网球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永远都有比赛，每一年我们都有比赛，每一年都有更大的就是困难、更大的山坡等着你去战胜。因为如果我觉得太过于满足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停滞在一个位置，没有办法向前进步。